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2月11号嫁接的梅花白香梅。当时呢，2月11号跟2月12号各嫁接一个白香梅，4月12号那一颗呢，连续失败了2次，然后改接粉红色香梅，已经成功了哈。那这一株呢，这株白香梅呢，从2月11号一直接，今天是4月16号，已经超过了2个月。到现在呢，没有干掉，但是也没有抽芽的痕迹。我说过了，之前有看影片的话，应该知道这一株白香梅哦。我们把距离拉近一点，跟大家看一下。之前，2月11号接的这个白香梅，它原本这边有接一条枝，两条枝，另外一条那个顶芽呢，已经最早就失败了。那这只留下来剩下这个枝条呢，旁边都没有那个芽包。一直放了超过了两个月哦，现在已经进入了第9周，2月12、3、4，对，大概超过了第9周了哦，到现在都没有那个抽叶子的痕迹哦，所以呢，这个打算让它淘汰掉了哦，不打算继续把它观察，因为再继续观察下去，我怕这一整株哦。到时候叶子草长不起来，可能会死掉，所以我把这个芽刻意给它留起来。留起来的话，明年还可以再继续接。如果不留，这上面这只如果抽不起来的话，一直没有长抽芽的话，它这个整株就会可能会干死掉。所以呢，这一株的观察呢，我们就观察到此。这次影片结束就好了，不再观察了。那我们今天介绍到这边，谢谢收看。